的30岁生日，也开心和大家分享自己被男友求婚的好消息。其实雨珊之前受访时就透露，已经与男友稳定交往4年，在前年就有想和对方定下来的想法，因此彼此相处很开心，很希望被他求婚。而雨珊的男友也特别用心筹备一个长达2年的求婚计划。当在录影时，男友问他：“你愿意当我老婆吗？”他第一时间先拒绝，以为对方在开玩笑。最后看到男友单膝下跪，才被吓到捂住嘴巴，答应男友的求婚。当下两个人都哭惨了。至于被外界传是不是因为怀孕才结婚，他则表示当然不是，不过也笑说如果怀孕很开心，因为自己超爱小孩的。而两人的婚礼预计会在明年过后开始计划。消息一出，网友也纷纷留言恭喜雨珊呐。